家好，我来自艾多美海外事业部，我叫英芝。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紧随哥伦比亚于2020年10月份开业运营的中国香港分公司。中国香港是亚洲太平洋地区连接大陆与海洋的枢纽，商业、贸易、金融都非常发达，被称为东方明珠、旅游购物天堂。一提到香港，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遍地摩天大楼的夜景以及各种美食。好，那么现在就进入细谈环节吧。2020年10月27日开业运营的中国香港分公司，现在艾多美中国香港正通过 YouTube 官方频道举办线上研讨会。2021年度公司日程可以在官网公告以及 Ticket APP 上进行确认。香港人口约为745万，香港人口平均年龄为34岁，从年龄分布图上可以看出，中年人占据人口多数比重。香港是排名世界第四位的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139人。19世纪的香港还只是一个人口稀疏的渔村地区，如今的香港已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与国际贸易港口密集的大都市。香港的货币单位是港币，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港币0.8343人民币，为便于计算，您可以取整为0.8元。香港因作为对外国人生活费用极高的城市而世界闻名。美世咨询于本年度6月份所发布的结果显示，香港连续3年被评为全球生活费用最高，居住费用占比很大。为使大家对香港物价水平有一个直观了解，下面我将用巨无霸指数来予以说明。所谓巨无霸指数，是指按照全球各地麦当劳巨无霸价格差异来对相应地区的经济物价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数。香港的巨无霸指数为2.64美元，香港生活物价水平比韩国更低。香港人均 GDP 约为48675美元，主要讲粤语。不过自1883年起，与香港官方语言英语一道，随着对学习普通话的风气普及，故而香港人也大多兼通英语和普通话。大家猜猜，在香港最具人气的爱多美产品都有哪些呢？香港爱多美自开业以来排名前5的产品：牙刷、牙膏、益生菌、厨房洗涤剂、维生素 C。 卫生用品与健康食品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更好地在香港经营爱多美，我们需要了解当地的消费动向与趋势。疫情给所有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香港也概莫能外。疫情下，新的需求不断扩大，由于众多企业按照香港政府要求实施员工在家办公这一措施，造成对资料共享、信息安全、网上会议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各种软件服务的需求增加。提供视频流传输与管理软件服务的美国企业 Panopto 表明，自新冠疫情爆发后，较之去年，来自香港地区的产品咨询已增长约1000%。因疫情肆虐，香港各处学校已进入停课状态，因此好多家长都为子女购买了可居家学习的网上教育软件。网上学习辅导服务平台 After School 的会员人数较之去年已增加50%，实际使用人数达到40000人。视频课程销售额也上升了70%-80%，呈大幅上扬趋势。由此可见，现在的香港网上教育模式已普及化。香港会员在经营爱多美时都会使用 WhatsApp 和 Zoom。 中国香港市民自疫情爆发以来，开始大量购买湿巾、漂白剂、洗涤剂等个人卫生用品。欧瑞所发表的调查资料显示，个人卫生用品的网上售罄比例自 WHO 宣布国际紧急事态之后再次呈大幅增加趋势，其中尤以洗手液的售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香港中小餐厅联合会代表人表示，自新冠疫情以来，大部分餐饮业界的营业额都已下跌80%-90%，遭到重大经济打击。香港消费者的外出就餐行为大幅减少，转向外卖或在家吃饭的次数也大大增加，购买以包装食品的频率也同样大为增长。
超市中加工食品的销量呈持续上升势头，加工食品的销量虽大幅上升，一般消费者却仍然一如既往地非常关注健康饮食，轻易不会选择掺有大量调料或含有刺激味道的产品。如今香港佩戴口罩已然日常化，香港女性由于长时间处于化妆后佩戴口罩的状态，往往不时发生皮肤上的过敏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化妆品业界纷纷展开活动，大力推出可避免产生皮肤问题的各种抗敏护肤以及保湿产品。位居香港化妆品界业界榜首的莎莎已在购物网站上新开设防疫专区一栏，专门归纳出可防止并解决因佩戴口罩而出现保湿过敏等问题的各种产品。香港最大的购物网站 HKTV Mall 下，化妆品分类 TOP 10显示含有茶树精油成分的抗敏产品占据其中大半比重。因此我们相信艾多美经典五件套、艾多美艾诗洛特真颜护肤系列、心血草舒缓系列等产品都会受到香港市民青睐，从而具有市场竞争力。如今香港已走向零接触消费模式，通过在线购物等电子商务形式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呈大幅增加趋势。尤其新冠疫情导致香港电子商务订货量急剧增长，并且因为香港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2020年香港电商的营业额上涨 10.3%。 相信今后香港的电子商务将依然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伴随这种趋势，香港爱多美的发展前景也将会无比光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资料显示，2020年香港健康食品市场规模预估额为110亿6500万港币，今后四年将继续保持3.8%的年增长率，预计2024年将达到127亿5600万港币的规模。整个健康食品市场购买比率显示，香港市民所购买的维生素与一般补品占据53%的比重，草药与传统产品则占据37%的比重。线下约有350万香港市民都在摄取健康食品，这个数值较之2014年度增长率激近30%。香港的文化礼仪，中国香港既拥有世界上最为自由的经济体制，同时又深受绅士之国英国文化影响，故而极为重视各种商务礼仪。在香港经营爱多美时应注意的五大商务礼仪，首先就是赠礼。香港对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极大，赠人贵重礼物反而可能导致出现对经营不利的情况，少量水果或零食足以表达我们的善意。不可赠人钟表或刀具，因为它们意味着与对方绝交，较之单数，香港人更喜欢双数，因此在礼品件数、礼金额数上，双数才是合乎礼数的做法。第二就是着装，中国香港与韩国一样，非常注意着装的时机与场合，尤其在双方首次进行商务会面的场合，若以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形象示人，就容易给对方种下一个缺乏教养的印象。因此若与人初次见面或商务会面等场合，请尽量身着西装或干练整洁的衣服，穿着上要讲究得体。第三，非常重视守时观念，在香港的公务商务场合上极为重视遵守时间，因此约定时尽量留下一个充裕的时间，或者尽量在赴约之前提前出发。第四，就餐习惯，香港与韩国不同，他们并不喜爱辛辣的食物，所以若宴请香港的商务伙伴就餐的话，最好选择西餐或中国香港本地饮食。除此之外，在餐厅就餐时应尽量选择清淡口味的饮食，在餐厅选择套餐菜肴时会点8道以上的菜，像7道菜的套餐一般只会出现在殡仪馆。就餐点菜时需要注意，要么8道菜以上，要么6道菜以下。第五，签约时注意事项，在香港人脉关系是无法保障经营上的成功的，
香港人拥有强烈的万事以契约为中心的商业精神，因此撰写合同后，为从根源上防止出现双方误会，事先应仔细检查合同条文，彻底分清商务与私人关系的界限，力求与商务伙伴建立一个坚实的信赖关系。在香港进行经营活动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小费文化，受英国文化影响，中国香港也讲究小费文化。香港大部分餐厅都会将服务费计入餐费，一并予以结算。我们若初次去香港餐厅就餐，结账时往往会惊讶于实际餐费比所点的菜单价格高出一截，是因为餐费里已包含 10% 的服务费的缘故。一般来说，小费约为消费金额的 10%。 不过像麦当劳之类的连锁快餐店是不存在小费这一概念的。但即使处于已支付服务费的环境中，有时我们仍会疑惑，到底该不该另付小费呢？其实此时不付小费也无妨，一般留下1-2港币作为小费，是香港人常见的礼仪。除餐厅之外，还有哪里是需要另付小费的场合呢？是哪里呢？酒店、宾馆。酒店住宿费用中，虽然已包含服务费，但对搬送行李的门童、清扫客房的客房女服务员或向前台人员有所个人托付时，另付小费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至于小费的金额，其实并无一个明确的限度，在香港一般会付5-10港币，多则20港币。因为酒店费用中已包含服务费，故而无需另付小费，但若想获得比一般客人更好的服务或另有所托时，则可试图另付小费以表示谢意。好，前面所谈的就是于2020年10月份开业的艾多美香港法人公司以及香港市场的一些情况。预祝今后身处于商业贸易中心地的艾多美中国香港分公司的全球艾多美会员们得以早日走向成功。让我们下期再见吧，大家再见。